性价比高于特斯拉。百度汽车配 L2 级驾驶辅助系统，仅13.98万起。众所周知，这些年燃油车尾气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。为了加快新能源造车项目的进程，国家给予了造车新势力大额度的优惠补贴，其中百度集团就投资了刚兴起的威马新能源公司，主要用于用户体验与技术研发，力图打造出最具实力的互联网纯电动汽车。获悉拿到累计融资230亿之后，威马终于推出了第一款纯电动紧凑型 SUV 威马 EX5。 这款百度汽车配 L2 级驾驶辅助系统仅13.98万起，性价比似乎高过了特斯拉。车子的前脸采用了密闭式进气扇，搭配鼠耳状 LED 前大灯组，再加上雾灯区域硬朗的线条，使得整个车头的视觉焦点都转移到了 logo 上，远远的看过去非常和谐。该车搭载着最大功率为218马力的电机，60千米每小时等速续航里程可达600千米，工况里程可达460千米，还提供有续航为300千米和400千米两种车型。